现在这地方啊，到处飞的都是那些蜜蜂啊，特别的多。因为把那个草皮拿来放了这地方，那个草皮上带着有很多那个蜂蜜，然后蜜蜂一闻到那个蜂蜜的味道，哟，全部都飞来这边，不得了了。我们现在打开看一下，已经煮了好久了，全部都已经倒下去完了。哇！我的盆又摔坏了，太烫了。好浓的一股那个蜂蜡。这个盆里面就蜂蜡，跟我之前做的那个不一样，因为那个草皮好多掉到里面了，所以里面就看到好多有好多蜂蛹。现在又开始下大雨了，这一盆蜂蜡我就先放这里，然后等一下这个温度凉了之后，那里面的那个蜂蜡的自己全部都结成一块的啊，等一下我们再过来看吧。大家看一下，蜜蜂全都飞来这里，它闻到了这个蜂蜡了，蜂蜡这个味，你看，全都飞到这来了。一共呢就收获了这么多蜂蜡，真的不容易啊！你看，现在蜜蜂全都，飞在这上面特别的多，赶紧把这收了，这个过一段时间要拿到山坡上去诱蜂，效果杠杠的。好了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